今天我们要去看枫叶，因为现在已经十月了嘛，所以我们要去华盛顿州的东边看枫叶。然后我们准备要出门了，很不清楚。哦哟，镜子有点脏。今天就是穿这一件裙子，因为今天就是华盛顿州的东边还会是到28度、29度，就是有点热，所以我就穿的比较夏天一点。我们等一下要先去帮小胖买他的饲料，因为都已经空了，完全没有啊，有啦，还剩下一粒，这边、好像真的没有嘞，完全没有，可怜的小胖没饭吃。Manhattan for coffee, first stop asked a place. 5 years later, you walk into the altar, and now she's gonna share our family. 我们刚刚去买麦当劳，好开心哦，超久没吃了。我不要。你跟他，跟他，快点跟他。嗯。然后，可以温柔一点吗？你们看，好可爱哦！他靠在那个网子上睡觉，超可爱的小胖。小胖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呀？我们还没到，先下车到附近的地方走一走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边有一点人，然后前面是水，还有沙滩，很像一个小森林。I knew from the moment she was begging you to just sing. She'd be my sister and she would be your everything. I looked up to you, brother. Even when you lost your way. In the madness of New York City. 很开心。Oh, you found her, and now I know there's hope for me. Yeah, you found her, and now I know there's hope for me. 我们到了，有一个区域还可以逛街，就是它是德国小镇，所以就是很德国的感觉。然后也有一些什么德国香肠啊，还有德国啤酒可以喝。只是好像我们本来今天是要来看枫叶，但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十月初，还有点太早，所以好像叶子都还是绿色的，就只有一些些是黄色的这样子。现在真的比较好看。现在的餐厅都只能在户外用餐，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都一定要戴口罩。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哎，超级无敌好。我觉得第一个跟第二个喝起来一模一样。哇，好甜哦！我们要回家啦，就是因为太早来了，所以树根本都还没有变黄，就树叶都还没变黄，
但是我们刚刚就是去喝酒，然后那个酒就是超级好喝，所以我们就带了一罐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一罐，它已经都调配好了，就其实喝起来很像冰酒，但是它其实是白酒配他们自己做的梨子果浆，对，梨子果浆就很好喝。假如你没有来的话，就是可以去这一间喝喝看。给你们看一下他们家的 DM， 所以你们就会知道这一间 winery 在哪里，之后就可以过来喝他们家的酒。你刚刚说我什么？说你以前喝酒是番茄，你现在喝酒是苹果。这是很肥是不是？哎呀，可爱啊，可爱番茄啊，可爱番茄，还好不是红色的米其林。这样来喷到全身，那你喝酒，你手就变了番茄。好好笑。我们今天才要出门，昨天没出门，所以就没有拍。今天西雅图蛮冷的，所以今天就穿比较多。我们现在要先去面包店买面包，然后等下回去吃面包配奶油，还有配酒。然后这只狗一直在吃草，都不知道我是养一只狗还是一头牛。Hi, can I grab a baguette? The regular one. This is our Giuseppe, it's just a plain one. Yeah, sounds good.不要攻击我，走开，走走。买了面包，可是太晚来了，所以只剩下这一种。原本要买另外一种的，比较好吃。这一间。你要吃啊？不是，不可以。很满足，再吃一个。我们现在到家了，要来用这个面包。要怎么切？这样够了。嗯，有点太多了。好，面包还在烤，然后因为我今天都还没吃，所以我就先来吃这些青菜跟卤豆腐还有卤肉。 Michael 把面包烤超级硬，像饼干一样。没有那么硬啦，就真的有好不好。
吃饭来配剧，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剧，在 Netflix 上面，我昨天一次追了8集。To make bikinis red. Well, thank you, Luke.